内泰明于今年4月退伍，组合正式成为军碧豆，并且在出道15周年之际推出了新专辑回归，令粉丝们直呼感动。不过，近日网络上疯传一张泰明的手表截图，引发粉丝们爆笑。一名网友po出截图表示，泰明手上戴着劳力士名表，然名表显示的时间竟比实际时间快了2个小时。原po一开始以为是手表坏掉了，但秒针还在转动，只是时间不对。笑称随便活着吧，就像生活在未来的泰明一样。新闻曝光后，有网友替他澄清表示，劳力士自动机械表本来就需要定期调整时间，也有不少网友笑称泰明低调的炫富方式就是把劳力士手表当成手链在使用，成为时尚单品了呢，真的是太可爱了。